最近很喜欢一个女团，突然间，但不能说，好烦哦，真的好喜欢。之前很常在短视频里听到他们的歌，但是其实对他们没有太大的印象，是因为突然间有一天刷短视频的时候，突然发现，哇，被惊艳到了，然后就喜欢上了，喜欢上了。真的不夸张，我现在就是喜欢这个女团的某一个成员，到已经就是我的壁纸都是她。真的好喜欢她。现在就是之前觉得自己96年，然后又觉得自己就是个小孩儿，进就是在女团的时候也好，或什么也好，感觉就是不是年纪最大的那一个，都是个小孩儿这件事情。结果现在的女团呢，都已经是00后了，哎，时间过得挺快。谁吗？一个女生三个字，一个女团三个字，她的团名有三个字母，然后我喜欢的是那个队长素，那个团有几个？六个，有六个，这个团有六个，嗯。